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ectrico。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；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最早、最经济而又时尚的项目。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一种叫做 Replify。所以在这个笔录，我们认识 Replify 是什么？我们认识都很多问题，他们有，他们没有，没事吧？这束腹肌它通过子弹的腹肌只折好转移这的动作来开转移，我们会束上下的。你们可以看他们的12个月生产率是，在这里是他们说未经过任命的加密多次可等和负责这服务器。为什么所有人为能分的 DeFi 是知道原因？他们的声明是让 DeFi 变得易于管理，且让人负担得起。他们帮助是随之进入这个市场，他们是多资质能够通过分析和管理，他们的多资来增加收益并强化他们的关注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有他们的复制角，这个他们的从创新哪里获得帮助以最大欢迎的礼物。Replify 是通过简单的复制健康符号交易这的图纸来赚钱，逐步效益。然后呢，再赚加他们的帮助书最初最大获得利润。Replify 通过帮助那些观看西部的人，是您的收益和收益最大化。如果你已经拥有几个肚子，这个1/1,5。然后呢，他们有 Replify 情报，您是否害怕通过所有的肚子来冒险？ Replify 为您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，该平台提供有定义的平衡。肚子之后，你可以骑上坐姿时尚的快乐。您的可用资金有无跟可用的肚子住，每个都有不同的房价水平。然后呢，自动办合、震动、降震等跟重金属之上的百分比，输入这订阅规格并修改。肚子难过，失重、状况、数据，从而闭门失去对动作的工具。然后呢 ，Replify 房子，使用 Replify 提供的方式和图标来失重，根据您的肚子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您还可以只快录最相关的所有。现在代币或肚子主位，使用您的整个肚子组合作业抵押来申请贷款，您将不必放弃您的肚子，您将节省大量时间，跟其中更快速了什么了。然后呢，使用他们的代币，他们的代币价更多的 Replify。将逐步将费获得现货，然后呢，这个他们你们可以看看他们的这边证、他们的金边证、他们的现金证、他们的中国都和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在这里，他们有从未代币、代币的可能性、汇发警告、多焦，然后呢，欺骗图标，然后呢，观看肚子猪、速度腹肌猪，然后呢，他们要在这里图标转，在他们的光景中，他们有
都这里在这里，他们都是有没问题的。在他们的路线图案，我们可以看看在2021年第四决定，他们的发布和开发完成机制，完成创建平台时，通过 IDO 游说略定新阶段，在 PancakeSwap 市场里十二月。然后呢，在第一个决定在2021，他们有线上持续展示平台开发时需设置所有钱法。在第三决定，然后呢，在第二个决定有很多内容是用 MetaMask 在 Binance Smart Chain 网路上发布第一个版本，然后呢，有 Trust Wallet 都是有。第三个绝度复制角，然后呢，他们有，然后呢，他们放棒，他们 replify 放 C。在这里，他们有很多内容，你们可以看他们是在第一个决定在2024年，他们没事的。他们的官方 IDO 在 PancakeSwap，他们有4小时55分钟，他们没问题的，他们很好的未上线，他们正在评论他们又没上线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代币经济学，他们有总共72%中环的22%但9%滨海代币能上，然后呢，营销他们的10%、20%、60%、50%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推定，这是他们的推定。谢谢你们，证明你们很可爱，很可以，没事吧？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 Twitter， 然后他们的 Telegram， 在他们的 Telegram， 他们有10,000-9,000。人，然后呢，在他们的 Twitter 他们有13,000人，没事吧？他们很好的，所以你们伙计们，这是他们的编排秘书，在这里编排秘书中有很多内容，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自行查看。他们正在白皮书中选取一个角度，在第十篇中行使用。所以伙计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希望下见到你，别忘了关注他们的 Twitter， 还有我们的，还有他们的 Telegram， 还有我们的。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照顾好自己。